用放屁音效整蛊一下老公，看他会是什么反应。咦，你干什么呢？放个屁、啊、你放屁你不会掀开被窝放呀？不是来不及了吗？哎呦我的妈妈，你的屁都真甜，马上把房顶都掀开了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你臭的臭死了，你一个小女孩能不能矜持一点呀？哎呦我的妈，老夫老妻了，我矜持什么？我不想放个屁跟你分享一下吗？你放个屁还要跟我分享呀？够够的，够够的。哎呀不放了，下次放屁掀开被窝知道吧？知道了，不放了。你敢放个屁，恶心，赔得我真麻了。谁不放了？啊！变回去了，变回去了！妈呀，幸好我机智，幸好我反应快，不然你又蹦我身上了。这至于吗？你能不能不要搁床上放屁呀、啊？你下去，下去放去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真恶心！哎呀！哎呀，我这一下没注意你就拉到床上了，我都服你了。我实在没憋住，臭死了！你能不能夹住一点，夹住一点，憋住。转眼的憋住说什么憋？你关键关地，你关键哪是放屁呢？那我放屁我还挑个时间挑个地点吗？那你不能在床上放呀、啊？你蹦我一身脸，我腿都让你蹦麻了，真是的。哎呦，今天黄豆不是吃多了吗？忍不住。谁让你吃黄豆呀、啊？你知道你自己爱放屁，你还吃黄豆？那黄，哎呦我的妈，满屋都是屁味。那你至于吗？真受不了你了。那没结婚之前你咋不放呢？那时候刚谈恋爱那回，我连屁都没见你放过一个。现在，哎呦，那时候不刚谈恋爱嘛，有点害羞，那捏着点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老夫老妻了，放个屁有啥呢？我忍不了你了，真的，最后一次，你下次再放，我就离家出走。哎，不放了，不放了，放完了，睡吧。睡觉，烦死了。哦、什么声音？你拉了啊？我以为是个屁，没想到拉了。你拉脱了啦？我的妈妈哟！你干什么呢？又不过夜呀？你怎么在床上拉？你给我拿纸片！你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你叫我什么？给我拿纸，快点！我是出去，我是出去，你媳妇不能要了。有人。爸爸怎么？给我拿纸，快点！我要跟你离婚。我要跟你离婚！拿纸片！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黄豆酱，挖出了一点放到手里，趁老公不注意摸到他手上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快点，纸给拿来了！哎呦，来了来了！你都恶心死，这屋太臭了！哎呦，我的妈妈！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我操！你怎么搁我手上了呀？我的妈呀！不好意思，哎，你消化不良黄豆。你爽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快点洗洗，你洗洗吧，恶心死，快点洗洗，你不能要了。